应该不会是拿我原本的剑。没有，买了新的。干嘛要再买一个？浪费钱啊！谢谢。干嘛呢？我爱你。跟妈妈说什么？爱你。爱你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原的老公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来嗨全家福。那全家福的事实，我们要给他一个惊喜，就是这两年我一直没有跟他一个正式的求婚。那所以趁今天这个机会，给他一个甜美的回忆。那他现在在里面化妆，我带你们去看，走。Ever since I know your name, you strapped me on this cloud for a joyride.下，你吃的小腹，帅吗？等一下是求婚，要精心打扮一下啊！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 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哦，妈咪后，我是璇璇，是她老公阿正。你怎么变这么木讷？好了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桃园的威灵 Twenty One， 这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婚纱，那它是属于韩系风格的，对 ，CP 值非常的高哎，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下，很帅哎，你看我今天超美，对不对？难得的模，有没有美？有吗？有，好，高级，刚才要念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碎念什么啦？今天呢，是我们洋洋要两周岁啦，两岁了耶、yeah ！要变恶魔的时候了，好可怕哦。他我们两岁，然后希望可以留一个全家福，希望他以后可以好好孝顺我。那我呢？不用了，他可以帮我推轮椅啊，还可以。好，所以我希望就是有一个全家福做纪念，然后因为有别于我们之前的叫什么、啊？因为有别于我们之前的风格，我们今天走比较甜美韩系的风格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真的超美的啦 ，Cga 粉红色啦，这不是粉红色，粉红色，对，然后希望我们等一下拍摄的时候可以顺顺利利，小恶魔不要搞乱，然后对，我希望我们加油，好不好？待会希望拍摄顺利，耶，好，熟悉一下，就希望给他一个，给璇璇一个很特别的、难忘的一个求婚回忆。我会加油。对，这是什么？真的。这是什么？真的。这戒指，要给妈妈的。对啊，妈妈的戒指有没有漂亮？要穿帅帅啊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帅帅？有。那等一下看你表现喽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好。好嘞。我帮你拿东西，你的包包好。你对前面稍微提着就好。得。兴奋。摸下来了，你先站好，你先站好。你说要在哪里？哎呀，你们好帅哦！你在干嘛？签。你们在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干嘛？好，李萱萱，萱萱，
别走。他在看我。再闻，再闻！你干嘛变魔术？什么鬼呀？该不会是拿我原本的钱？没有，买了新的。干嘛要再买一个浪费钱呢、啊？干嘛浪费钱、啊？谢谢你，辛苦了。我要戴是不是？对啊。终止，终止。终止了，戴得下吗？戴不下。太棒了。谢谢你辛苦了，然后谢谢你帮我生一个这么可爱的宝贝，然后这个家还需要你帮忙一起，我们一起维持幸福。我很幸福，然后谢谢你嫁给我，谢谢你爱我，谢谢。干嘛了？我爱你。跟妈妈说什么？爱你。爱你。哈哈哈哈。跟妈妈抱抱。爸爸，哎呦，他不是爸爸吧？哦，不是，亲一个，他是你谁？亲一个，爸爸亲妈妈，好不好？爸爸，哎呦，哎呦，干嘛啦？太花了啦！对啊，对啊，很赶哎、欸，活动前一天才在练舞哎、欸。你刚刚有跳舞吗？有，你刚刚就是就摆一下，因为。好啦，谢谢啦。好啦，三八死了，你干嘛？我们不是在拍照的吗？情人节快到了，是没有花水很怪呢。来来来，不要拿人家的东西。求婚，嗯，你觉得这个惊喜一到一百分，你给几分？很诚实的说吗？是59分。你说什么？我觉得还不及格，就是有点在敷衍我的感觉，就是送了一个戒指这样。我很辛苦的在排练呢，59分啊！我连昨天做活，我连昨天在做活动，我都跑到旁边去练习。你刚刚那样子，你有在 care 有需要练吗？我都没有 care 别人的眼光了。不行、啊，我觉得太敷衍了。因为我心目中求婚是要很浪漫，放烟火啊，然后全部的人一起出来帮忙举那个气球啊，喷烟火是没有，不要全部的人一起拿气球出来说嫁给他那种，然后不是这样子，59分，不是只有跳舞而已，不能只有跳舞，跳舞看腻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所以59分，加油，继续努力。雪雪，我们老实讲一下，刚刚有没有感动？是有啦，就是依他这个木头人今天会想到这件事情，就是你去吧，就是依他今天会想到这种事情，就是算是有感动啦，但是看得出来他刚刚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嘴唇都在一直抖一直抖。我没有抖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抖了一部分是他只给我59分。因为不是啊，你刚刚还没给你打分数你就在抖了。所以我觉得59分啊，就是输在就是气势，懂吗？我们需要表演，就是需要拿出那个态度，凶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态度，对，要认真，对。然后就是我对你今天的表现算是可圈可点啦。但我希望的求婚。我希望的求婚还是要那个浮夸的那一种，我知道，就是在大马路边，然后人家说我爱你那种，对，嫁给我吧，爸爸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钻戒下次不用再补一个了，但是还是要补一个浮夸的求婚。但是我没有钻戒，但是要补一个浮夸的求婚好吗？浮夸的求婚，浮夸的求婚的，好吗？又要欠人情，好啊。好啦，耶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耶！如果今天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到我们的 YT 频道帮我们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
记得要帮我们粉丝团怎么样？按赞、赞比赞，耶、yeah ！妈妈，拜拜。拜拜，再一个钻戒吗？再骗一个，不错不错。好，再生一个。都我不要。